24法强，复仇焰魂。布兰德引在目标身上引发一阵强力爆裂，至附近处敌人。就这一技能，这耗血就老猛了。主意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不主意，主 W 啊，主 W 的辅翼可以。副 Q 感觉不好用，副 E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而且这技能吸地很快的，技能吸地。这只是零头。入侵呢、啊、这。给我平 A 死，漂亮。耶、yeah! 火蓝的话先来一个红宝石，我们看看这火蓝先出哪个神话装备啊。卢登永霜都可以，兰德里，兰林汉的痛楚，那小子先出的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就是自由的了。死了以后，人比现在摸你，再摸你。再摸你 W 一手中，我操，这火蓝一个 W 就触发相位猛冲啊，这也太赖了吧，直接传导 W 你，哎呦啊，耶耶，团，哎，只这一大伙儿，看着没？现在这英雄都不用被动打得着，都直接就一一小兵。一 Q 二连，致命减盐，升个四级，一 Q 打不溜死，平 A， 再平 A， 吃个小饼干，耶，都死，玩啥呢？回家无敌了，这肯定是蓝莲汉的痛楚啊，这直接一团火打破了清兵，这玩意儿塔下压人老狠了，升到六级来人都打不过，
我们已经无敌了，来人，谁来谁死。预判 W， 扣住，一团火 W 一手扣中，我刚才我都没有眼儿，我都不知道他啥天回来，直接 W 放 R 弹扣住 A 接个 E 死，平的 W 一手吃个药，最好还是EW吧，这样 W 技能伤害能高一点。自己能弹，对，能弹自己，现在能弹自己，在别人面前弹自己，这合理呀、啊！我这火人不怕弹呢、啊，他们那，不是火系的，那肯定是不行。拜拜，冰炸，蓝炼汉的痛楚，把它弄出来。你俩干啥呢？你俩怎么吵架了？哎，弹，致命点烟，灭！黄子跑了，跑就跑吧。这蓝炼汉的痛楚挺贵呀、啊。你看这火蓝狠不狠？新版。绝对的，这是一哥了，这他们老出这催化神石，我就纳了个闷了，能干什么呢？催化神石，跑得快不快？啊，他们出催化神石要出阿扎克姆的鱼形。啊，阿扎克姆的鱼形，在与英雄战斗时，每过一秒就会造成3%额外伤害。这个达到最大后，额外伤害会10%转化为真实伤害。啊。这个阿扎克姆的鱼形好像挺厉害的呀，加法术吸血。
八十法强，一百五生命值，技能急速，法术吸血。可以啊。团伙重，跟我 poke， 我 poke 死你。你还 poke 跟我，没血了，怎么的呢？来一个人给我收拾他，来走位是吧，跟我俩走位是吧，我今天不弹死你啊，跟我走位，你以为我没玩过这英雄是吧？我的天，还跟我俩走上位了。这个可以获得法术穿透，这个可以击碎魔法抗性。还有什么法术吸血的装备吗？九头蛇带法术吸血呀，来一个九头蛇，别怕，你不有惩戒吗？弹，我跑得快不快？我越塔杀他来，跟我上来。拜拜，能不能一套半管，小老弟扩散。我还有大，我大招六十秒一个，有没有蓝 buff 给我一个？谁的传送这是？看不懂，看看谁的传送吧，在这等他来。还传送过来了，给你狠的！我们今天就在这守株待兔，就在这等。他不出来，我就一直等，我等到死。你来不来？我看你来不来。又过来，来把蓝给我来。谢谢你的蓝巴夫。呀！我靠，双重施法加血了！大意了，大意了，哎，草率了。哎呀，这。没打死，挺难受啊！这，我信我自信回头帅一波。
拜。太追呀、啊、太追呀、啊、训这叫什么相位猛冲，太追呀、啊、太追呀、啊、追来，我操，哎呀我操，不让人玩死了，这老星赖歌姬啊，这星赖歌姬，我打死他，漂亮，这英雄技能确实有点远，我看看这火蓝出个九头蛇是啥样的，这火蓝出九头蛇不挺狠的吗？会对附近敌人造成91点物理伤害，物理伤害虽然是物理伤害吧，虽然看看我的九头蛇，看见没有？我放技能也能触发九头蛇，我的技能命中也算。我今天不把这星赖歌姬给他杀了，我就不叫蓝凌寒。你又不 A 人，不用 A 人，技能能触发，自己看。A 什么人啊？怎么攻击力比法强都高呢？我攻击力比法强都高，行不行？来一波中路哥，团战一波。弹弹弹弹弹。没闪现吗？星赖歌姬不杀。有点烦人呐，干嘛？这黄纸怎么穿过来的？我操，暗行之爪，哇，暗行之爪穿我一个大穿，天哪，三段突进。一 Q 暗行之爪接大招，嗨呀，厉害呀！这黄子出这玩意儿行哈，瞎子啥的，瞎子黄子出这玩意儿行，嗯，来个虚空之杖吧，先把皮鞋出了。来个流水，我就不流水了，今天咱就不流那个水了，行不行？干一波来，我先把这滑板鞋杀了吧，这里头有眼儿啊，哟，中，火蓝不是火蓝的，铁蓝的，铁蓝正好有个蓝，挺好啊。
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不是你干啥呢？啊，你干啥呢？360、385，你咋跑啊？你怎么跑啊，兄弟？哎呀，我可去你妹了！怎么追不上呢？他360，我380追不上，气死我了！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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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有个男 buff， 九头蛇，这就是无敌。好。怎么的呢？你干啥呢？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吸血。不过这玩意儿的出九头蛇确实有点蠢呐，兄弟们。确实是有点蠢呐。那可真蠢。我先来个莫雷洛密点吧。我来了，可以干！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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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！啊！撤！啊！哎，我地上的火呢？我觉得这火蓝加强的有点多了，别 A 了，有点过分了，这你给我拉他。把九头蛇卖了，把九头蛇卖了，买个冰杖吧，有点二。这个九头蛇，哎呀，虽然他加了点法术吸血吧，但是其实没什么用。要不然可以出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其实可以出这个阿扎克姆的阿克扎姆的鱼形，这有点像恩佐斯了。大眼睛吗？
兄弟加油，漂亮！哇，机器人使出了一个扇勾拳，4秒一个技能，哎呦我操，这皇者跟我玩自杀奇迹呀，那把那火蓝出的那些装备感觉就行，又肉虚区又高，不过我们家没什么能保着我的人儿，也确实要能有点给我加血的还行，反正法强装备就这些了，还有个恶魔之拥，看看是干啥的啊，亚扎卡纳的影凝视，对一名敌方英雄造成伤害会每秒使其受到2%最大生命值，魔法伤害持续4秒，在此期间每影响一名英雄就会获得10点护甲和魔法抗性。这个谁出的呢？这是大光头出，冰女法坦技能造成伤害会提供移动速度，用无目标类技能对相距750码外一名敌方英雄造成伤害，将其定身时会使该目标显形，并使你对其造成伤害提升6%，用无目标类技能相对750码外距离，大哥呀，750码得多远呢，我平 A 才550啊，并使你对其造成伤害增加10%，这10%有什么用呢？泽拉斯出啊，啊，积木可以啊，积木，你大爷！这太惨了，不像个人呢，还是有点脆了，我发现来个女妖吧，这整个女妖，poke 英雄用的主要还是积木，我觉得别的好像不太行，就这么几件装备，也没多少东西。流水法杖，这个是扇着马这种出的。炼金科技熏蒸枪、熏蒸器，对敌方英雄造成魔法伤害会施加重伤效果。定身一名敌方英雄会施加60%重伤效果。定身儿，谁定身儿呢？谁会定身啊？